孜然一个月后就将收获，种植户为何忧心忡忡？我这块地基本上快死完了，成片成片的面临着绝收。乡土专家建议增加水肥投入，种植户为何左右为难？就不想管了，就没那个心了。增产效益如果能提上去的话，那当然了，如果说还死的话怎么办？种植户能否回心转意？乡土专家能否妙手回春？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孜然死苗的困惑》。帮扶规则介绍：在每期节目中，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就近寻找乡土专家，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加以解决。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新疆是个好地方，戈壁沙滩遍良田，风吹草低现牛羊。勤劳的新疆人民不仅让这里牛羊成群，瓜果飘香，也让这里的一种香料名扬四方，家喻户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道独具特色的美食风情。在新疆的肉类美食中，孜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香料，在当地有调料之王的说法。孜然又名安息茴香，是茴香芹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孜然是维吾尔族的叫法，它大约在唐代之后由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域地区。孜然气味芳香而浓烈，有很强的驱除腥膻异味的作用，因此自古以来就被用于牛羊肉的烹饪之中。孜然在新疆地区的种植也是历史悠久，如今更是成为我国的主产区，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孜毅大哥，旁边这就是孜然地是吗？对。天哪，这么壮观啊！咱们能不能靠边停一下，下车看一看？大姐，这块孜然地都是你家的吗？是的。你种了多少啊？怎么看着那么多啊？100多亩了。这就是孜然了，特别的香，而且呢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那个辛辣的那个香味儿。烟耆盆地是新疆久负盛名的孜然产地，这里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日照时间长，热量较为丰富，所以特别适合孜然生长。如今当地种植孜然的农民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位农民就向栏目组求助，说他种植的孜然出现了问题。这次栏目帮小妹来到这里，就是要了解具体情况。曹坦大哥，你好，你是曹坦吗？你好，你好，你好。哎，小妹，你好，你好，可把你盼来了，可把你盼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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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就是您的地吗？这块就是我的地。求助农户曹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烟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呼儿东村孜然种植户，种植孜然200亩。求助问题：孜然长势偏弱，出现大量死苗现象。小妹，你看，哎呀，别提了，我这块地基本上是快死亡了，基本上快死完了。你看，这个所有这个苗都变成黄色的了。已经现在马上就要枯萎，全部要死亡了，啊，这块地相当的严重的。是，看上去确实是这个状态了，发黄的这些是不是已经就是慢慢的就会变枯萎，然后就死掉，就死亡是吧？像这一块枯的黄的，像这种就不到估计一个礼拜吧，全部要死亡。就像这样的是吧？啊，对对对对，你看像这种全部要死亡。这就是要死亡的一个现象，是吗？对对对对对，你我看这样看过去。大片的都是这种发黄的状态是吗？嗯，是几天之内就变成这样了的？也就是7到10天。就比如说它这个发病的速度还是特别快的，特别快特别快。然后你看那片，然后那一片，然后整个这块地基本上就快完蛋了。那块发白的那块是比较严重的是吗？哦，那块特别严重，相当的严重。死苗，你看像这种情况，这种的就是已经像这个它就已经死亡了，它的根这么轻松就拔出来了。嗯，你看它就没有毛细根了，它抓不住地了。嗯，然后像这种就已经死亡了。
正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正常的我给你拔一颗吧，像你看它的哦，它还有侧面的根须，啊、对，它有点侧面的根须，像这种的话就颜色就变暗了，就枯了那种。但是它这种根是有水分的，是一个健康的孜然。像这样的它就不再生长，不再结籽了，是吗？不再了，它就死亡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都快愁死了。你看我这成片成片的，基本上面临着绝收，整片整片地，你看，可以这样说吧，70到80%都已经死亡了。草毯是第一年种植孜然，今年3月初共种了200亩，如今有30多亩孜然出现长势弱、大面积死棵的情况。刚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采取过措施啊？当时我们也找过这个问过以前种过孜然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一辈、父一辈，他们说这个孜然是从种到收，一直在不停的死亡，不停的死亡，就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你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太触目惊心了。所以说农民的一年的收成就在这个了，所以说，哎呀，真的是很着急啊，内心非常的着急。晚上都睡不着觉。如果说这片没救的话，损失多少啊？你可以算这个账嘛，承包土地可能要将近600，然后薄膜就是你现在脚底下站的这个这种地灌带，这一亩地可能要将近80，种子费用可能需要个40块钱左右，然后后期的这个你也知道，这个播种费呀、水费呀、电费呀，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要将近800-900块钱。一亩地，对，你承包了200亩，啊，对，200亩左右，一亩地就是800块钱，刚才说是吧？啊，对，16万，16万，出乎我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没想过他种那么多的地呀、啊。你想，如果种那么多的地都绝收的话，这个损失确实是很严重。哦，你这个院子好大呀！啊，就是里面放点这个生产资料，然后那个拖拉机斗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一些农具，都在这个院子里面放着。谁在家呢？就我一个人在家。就你一个人？啊，家里人呢？家里人他们都在库尔勒，媳妇在家看娃娃呢。相当于是你一个人在这住是吗？啊，就我一个人在这住。哦。来，到房子看。平时都是一个人啊？啊，都是一个人。看到他住的那个环境，说实话我就觉得太简陋了，而且真的是有一点脏乱，就一看这个家里就没有女人在帮着打理。就是他能够这么苦在这坚守，他为的是什么？曹坦11年前从部队退伍后，一开始在县城里工作，干过餐馆服务员，跑过出租车，当过保安，开过小饭店。2015年，他回到农村帮年事已高的父母种地，先是投资流转了1000亩耕地搞规模化南瓜种植，效果不理想，后来看着种植孜然效益不错，于是今年年初又流转了200多亩耕地尝试种植孜然。为了方便管理，他把妻子和2个孩子留在了库尔勒，自己则一头扎进了地里。我的梦想就是我年年能够就说是能够多挣点钱，能让我的家能过得好一些，能让我媳妇儿还有我的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但事与愿违，本是全家给予厚望的孜然，却偏偏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个心落差太大了，我们的钱都是贷的款，亲戚啊朋友啊借的钱，往里面投的，你想。那如果赔钱了，那这些钱怎么办？压力多大？你像我有老婆有孩子，他妈要生活。孜然种植的失败让这个小家庭陷入了困境，也让帮小妹格外揪心。辞别了草毯，帮小妹通过栏目专家库联系到了当地一位孜然种植乡土专家吕兆春。今天风沙特别大，但是我们能看到
还是有好多人在这儿讲课听课，我们看能不能找着李老师。他第一次进紫阳山，已经把这个有机质的肥料打进去了，就是那个菌剂。已经打了二针，打多了。哎，就出苗水的时候打了。出厂要经过一公斤，没有，第一次一公斤，第二次一公斤，一次一公斤，一水一公斤。一水只要一公斤，只要一公斤啊。你好，这个是李兆春李老师吗？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啥？今天风沙那么大，你们还能来那么多人在这听课呀？可以啊，二十，农民的心情可以理解。我看您一直是全程在听。我们是专门来从1000多公里跑来专门来看。啊，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讲的很好。李老师回答的挺，全方位，从种植、施肥呀，浇水呀，挺全面的。就我没想到那么大的风沙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听课，我发现所有的人啊就是满脸灰满头灰，尤其是乡土专家于老师啊，但是你会发现一点没受影响，他讲得特别的认真，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找对人了。乡土专家吕兆春48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5号渠乡头号渠村农民，种植孜然10多年，拥有种植基地1500亩。老师，刚才您这个课讲的时间可不短啊。讲了有个1个多小时吧。啊，累不累这块？还可以。其实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吕老师现在这个睫毛上、眉毛上、头发上全是灰尘，因为刚才沙尘太大了。就是刚才沙尘暴，咋办呢？这一帮种植户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了。其实我们这次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帮什么忙呀？就是有一个种植户，他家也是种孜然，但是孜然现在长得特别不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请您过去看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可以，没问题。行，那就辛苦您。哎，没问题。老师，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孜然啊？我看这会儿一直不停地吃，就当零食了是吗？没有，就我们一这个一出远门，一跑长途，我们都这个防止打瞌睡的，害怕打盹儿。吃这个刺激是吧？哎，对，其实它是辛辣的作用，有辛辣的味道。李老师，这块就是他的地了。他在呢，老大大哥。你好，你好，你好！请来的专家吕兆春吕老师。吕老师，你好，你好，小曹，吕老师你好。这块就是他家的地了。对，就是棵子长得不太好。那我们进去看看。行。啊，进去看看。走。吕老师，你看这一片，这一片就是整个就死亡了，这片是很严重的这一块。然后那一片都是已经黄了。那边还比这儿稍好一点。小曹，这儿几乎都绝收了，这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没几棵苗子嘛。哎，你看这有苗的这个也中间也死了。给它株高可能最多有3公分的时间就已经死亡了，这你出苗就死了。哎，你看这都死了，这都是死了。你看小曹，这死亡的蜘蛛，你看是不是都是17公分、18公分？你看长到18公分死亡了。每年的6月是孜然的灌浆期，灌浆期就是孜然将光合作用产生的淀粉、蛋白质和积累的有机物质通过同化作用，把它们储存在籽粒里的一个生长阶段。显然草坦这片地里的孜然还有很多没有进入灌浆期就已经死亡了。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死亡呢？很小的苗子就死了，长10几公分就死了。这个吗？你看啊，这块地你刚浇过水是不是？对，刚浇过水。你看这旁边碱，白碱。这个从最直观上说啊，小曹，这个根看是不是黑根？黑根是不是和这碱有关系的？你的意思就是碱把它碱死的？哎，对。原来如果土壤含碱量偏大，
会造成土壤中的水不能进入自然根系，导致孜然因严重缺水而死亡。然而草坦的孜然种植地都是连片的耕地，按说土壤的含碱量应该差别不大，为什么就会出现有的地块孜然死棵严重，有的地块孜然长势相对好一些的现象呢？你看就隔了一个梗子，这片的话死亡率特别高，那块地就死亡率也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这同样的一块地只隔了一个梗子，它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跟地块有关系。我这个地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流转的。流转的地啊？对对，就地块不一样。你包的这个流转的地是几家的地？哇，这边有好几家子，将近三家子地。流转之前冬翻了没有？没有没有。你是春翻的？春翻的，春翻的。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播孜然的地啊，必须就是说在头一年，他假如说今年种孜然，在头一年必须要冬翻，冬翻完以后处于这个犁好拔好，处于待播状态。原来草坦流转过来的这两块地虽然属于同一大块地，应该都含盐碱，但是由于分属于不同农户，对地块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孜然长势好一些的地块是原农户在流转前已经进行了冬翻并施用了有机肥，这样经过一冬天的腐熟，不仅提升了土壤的肥力，改善了土壤团粒结构，孜然的耐盐碱性增强，所以这块地里孜然长势要稍好一些。而孜然长势差的地块既没有进行冬翻也没有增施有机肥，孜然的耐盐碱性差，这是草坦的孜然长势偏弱出现大量死苗的一个重要原因。求助农户大量死苗原因一，选地不当，且未做冬翻及施用有机肥处理。再一个，你看浇水，几个水浇多长时间？就是两个小时。浇两个小时啊？对，就浇两个小时。就是出苗水。出苗水。就是第一次浇出苗水，这个籽粒，它孜然籽粒小，浸土能力差。嗯。必须第一次，就是滴灌，尤其是春翻地，一次要浇透，要打透。能打多长时间？打到最，就说打10到12小时。为你知道啥原因吗？为啥打12个小时呢？不知道。你看啊，你打2个小时，窝边一湿，这水和盐刚好和碱就在窝边，它一出苗，是把根给碱死了。对对。你要打12个小时，它就碱，水能把碱能排到这儿来的。嗯，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从你种那一天你就犯那个小错误。造成他，你这三十亩地几乎是绝收了。求助农户大量死苗原因二，浇水不当。孜然出苗时，第一次滴灌浇水时间过短。这一说你就明白了吧？嗯，明白了。第三点，你是不是经常打尿素呢？对对对对，打过打过。通过刚才挖根，你是不是这个小苗的时间你也滴尿素了？哦，滴了滴了。所以说。造成烧苗死亡。求助农户大量死苗原因三，施肥不当，在苗期施用了尿素，尿素施入土壤后迅速发生氨化作用，使土壤含碱量进一步上升，幼芽和幼根处于高氨强碱区域，便会受到灼伤和毒害，造成小苗死亡。知道了吧？那么现在我还到底就说像这种苗，就是那种泛绿的这个苗，就说是还能不能让它再生长，然后能不能再增产一点，能不能挽回点损失？这个已经收不了多少了，去看看好的呗。走走，我们去看看。嗯，草坦这块问题严重的孜然，因为土壤含碱量偏高，再加上浇水施肥不当，孜然几乎绝收。那其他孜然长势稍好一些的地块，后续是否还会出现问题呢？这块反正是苗有60%的苗，还比那边要强。对对对对，你看啊，就是说，来，那帮小妹，我把铲子拿上来给他看看，让他看看根部。你看它的根，就正常的不会死亡的根。根还是比较深的。哎，一个是根深，嗯，一个是它是白梗，所以说不会死。你看，这两株不是出来了吗？嗯，对。你看它的蜘蛛。这就是正常的，那边你那是黑梗，
对对对对，黑根那边的根是黑的，对对。而且它没有这些须根，是吧？哎，对，没有。所以说我给你判定，这个是不会死的，拔也拔不动。李老师，像这个我这个籽粒，你看，饱满不饱满？还是这个籽粒啊？我看啊，像这种籽粒，就说已经灌浆了。但是它还没有灌到一定的这个成熟度。你看，像这个已经就灌得饱满了。看，这个籽粒，你看灌的就比这个大。你比比。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对，这个籽粒大一点。哎，对，这个籽粒小。所以说，它正在灌浆。对对对对。像这上层的。上层的包。上层的你看，这已经正在灌浆的这小籽粒。这个我估计成了就成了，不成就不成了。哎，我意思是这样子。不对，如果不管的话，上面出来是鼻子。如果说你现在啊加强管理，这上面会增产5到10公斤呢。还是要继续加强的水肥管理，还是要让它顶层让它花顶满。哎，对对对对。灌浆期是孜然籽粒逐步成熟的一个过程，加强水肥管理将增强孜然根系活力，延长叶片功能，促进光合产物向籽粒运转，促进孜然籽粒饱满、粒大、品质好。吕老师，你看你在我地里面也转了一圈，我带你具体情况也看了一下。吕老师，你看现在这个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苗子，剩下的苗啊，一个是就是说多施有机质的肥料啊，到收获的时间啊，还有接近一个月呢。一个月，哎，得好好管，不能放弃管理。如果说你放弃管理，你的产量会减产一半的。那我下一步，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多增加点肥料，还是？那我增加肥料的话，大概成本有多少？大概两次的成本，大概在70块钱左右。70块钱左右啊？70块钱左右的话，那成本有点高了。小曹，我给你算笔账啊，你看，如果说你投入了70块钱，增产，每亩地增产20公斤，20公斤先按现在的价格算，20块钱一公斤，是每亩地收益400块钱，400块钱你170亩地，多收入多少钱你自己算，170乘400。对对对对对。而你的肥料的投入成本是12-13吧？对，12-13这个样子。你投入1倍，产出了3倍，如果说还死的话怎么办？就他觉得不保证，再盲目的去多投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也是，哎呀，我是真是想放弃管理了，因为这边这个地你也知道，就是个情况，现在也不太乐观，就说是在就不想管了，就没那个心了，就是人，哎呀，就一直本身就期望挺大的，后面越来越死，越来越死的话，人也没劲儿了，该也不想干了，就不想管他了。再算算账，你考虑考虑。行，我再算账。好，行。是否增加投入，对于曹坦来说，的确是个左右为难的事儿。正好今天是周末，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城里赶来看望他。与孩子一起欢闹的情景，只是短暂地冲淡了曹坦内心的愁云。妍妍，来，你出来一下，有个事跟你说，商量一下。现在你说太远了，先收拾一下吧。哎呀，我也想收拾一下，没时间。然后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就是咱们那个自然的事儿。那个乡土专家过来看了一下，乡土专家的意见就说是我们能不能就说，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能不能给。再增产一下，能让我们损失尽量的减少。咋弄？咋弄？他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加强水肥管理，到现在不能放弃，因为上面还有一层顶花，那层顶花就让它顺利的灌浆，顺利的然后结成果实。你看这样子是，他说的一亩地，要上2次肥料。又要投资？又要投资。投资又一亩地得多少？得70块钱。70左右，家里没钱了呀，你也知道呀，家里没钱了呀，你也知道呀。
因为房子，首先那个房子嗯抵押了，贷款，嗯，中介投资特别大，然后能亲戚朋友能借的也都借了，反正都是赔了，还差乎这点钱，特别害怕种的地，最坏的打算那只能把房子卖掉了，那这样子再就没有办法了。前期的话你也知道，他不见钱，都是往里面投钱的。最苦我就是去年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地里面，他每个月我们，你想两个孩子加上我们三个人生活费，去年就直接是成问题的。他没有每个月他给孩子给家里面给不了钱，因为全部投在地里面，我就自己找了个超市的班上，我就白天把女儿送到地学校，然后我自己去上班，每天都是跑着，来回都是跑，就这样一年干了一年。然后今年，然后他小孩不是疫情原因嘛，小孩中午午托，他学校不允许上午托，吃不了饭，好，我只能在家带孩子，给他做中午饭。没办法，啊，人还是要往好地方想，还是有希望的。我不说打100%的保证啊，至少有70%到80%的希望，咱们还是能成功的。我不希望他在种地了，在就算干一个，怎么说几千块钱的，挣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我和他都上个班，然后有时间多陪陪孩子，就这些，也没有别的要求了。是什么原因让求助户回心转意？经过科学合理的进行施肥、管理、浇水，人家的效果出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如何让自然灌浆饱满？专家有何高招？这个我们土办法就叫做上芽下醋。乡土专家热心相助，能否让求助户走出困境？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孜然死苗的困惑》。新疆偃旗县7个乡镇呼儿东村孜然种植户曹坦，因第一年种植缺乏经验，出现孜然长势弱、大量死苗的现象。在栏目组的帮助下，乡土专家吕兆春前来帮扶。查看问题原因后，吕兆春对于还能挽救的孜然，提出了继续投入资金、加强水肥管理、促进孜然籽粒灌浆成熟的建议。但是曹坦前期资金投入已经很多，不仅向亲戚朋友借了钱，还将自家房屋做了抵押贷款，目前这个小家庭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面对乡土专家还要追加投入的建议，小两口有些迟疑。如何能让曹坦看到继续投入后的希望呢？帮小妹带着曹坦来到了乡土专家吕兆春的孜然种植示范基地。吕老师，我把曹坦大哥啊，吕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啊！来，你看看我们的孜然。你看，这个跟你的孜然有啥区别？这个基本上没有死磕的啊。你的整块地现在灌浆已经灌好了，基本上快成熟了。你的最大的就是全泛绿的，一捏就烂。你看我这个捏也捏不烂。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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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已经灌好浆了，瓷实现在啊，瓷实灌好浆了。然后你看它整体来讲的话，你看比较匀我这个整体的株高，株高几乎都全长得是，哎，对，长得非常整齐。再一个，你看我的地没剪吧？你挑这个看。你的地没怎么剪。你的地有剪吧？我的地有剪，就是有。我在滴水过程中我就发现了那个烫烫面是白的，有白点。哦，我们这个烫烫看。你看，几乎是。看，几乎是没有白浆。我们的鸡比你的鸡，你的鸡有点板结。对对对。再一个，你看我孜然的根，就是说你看挖一颗看一看。来，我给你挖一颗啊。你看我这每一株都比你那个都白根吧？对对对对，而且它的侧根毛细根特别的发达，而且还长。吕兆春告诉曹坦，他的孜然长得这么好，最大的诀窍就是合理的水肥管理。因为孜然它是一个草本科植物，全程需氮8到10公斤，需磷和钾2公斤，需这个有机质的肥料60%，
所以说，你的地怎么施的肥料？我的地，我就是那个尿素上了2公斤，然后其他的就肥料基本上没什么上过。尿素苗期上的呀、啊？嗯。然后后期我就基本上没上过。我这个你看长整齐，这个苗期全上的有机质的肥料。所以说长成这个现象。你猜猜我这个材料？这个我估不出来，估计150公斤有了吧？我估计150公斤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但是130公斤是有了。嗯，就按目前这个涨势。嗯，跟我那个简直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曹坦一边感叹乡土专家自然种得好，一边也不禁好奇，乡土专家自然种植一路走来，背后是不是也充满了曲折呢？最初我一直跟我母亲这个摆地摊，从卖蔬菜种子开始，一直收购孜然，一直91年收孜然，收了也截止到今年算上20多年了吧。我在收的当中，我看到这个从吐鲁番呀，或者是从这个哈密呀，或者从哈什呀，有好的种源我都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把给这当地给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种子，再回收他们的商品，一直在搞收购工作。说收的当中发现这老百姓的问题以后，开始自己种了。那时候您发现老百姓什么问题？就说种孜然，好多人不重视这个小作物，不重视，他就说哎，种孜然简单的很，实际不简单。他种的一个要么播种不好不出苗，再一个种的当中管理不得当，这个施肥不当，他也死，造成产量降低。为了找到孜然种植的科学方式，吕兆春四处寻访农业种植专家，希望把现代精细化种植管理技术应用到孜然种植当中。地方跑得多，只要参展我都去，那不凡里面有高手，说不定有150公斤产量的，所以把他这个经验都总结出来了。一定要掌握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每个品种的特征特性，自己种植当中总结的这个学的技术吧，再给所有的老百姓去服务，种出好品质的孜然。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有一种责任感，让我们这个延吉孜然走向全国，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我们就在4个县，又自己建立了自己的示范园，我们种，让周围老百姓来看，这又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所以说，这叫真正的爱上农业了，只能一如既往的往下做，把种植水平差的人带起来，让他早日奔小康，多挣钱。从一路自学孜然种植技术，到服务带动更多农民种好孜然，吕兆春说他对身边的农民有求必应，乐在其中，但唯独对自己的家庭他却一直心怀愧疚。经常我一年可能有200多钱都在这个庄稼地里面，有时候回来半夜没办法，有的时候一天都见不上他的猫呢。早上他肯定早上见的，早起来没时间，早起我不起来也早嘛，他起来也早。我说你可以来了半夜，你早早没起来，咋不睡一阵？早上早早走了嘛，晚上回来到1点2点，孩子都睡觉了，睡觉了。他常常提到驾车，就说是你累的时候，万一打瞌睡，我想打瞌睡就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别打瞌睡了。但是你又害怕打电话惊到他，所以说就不敢打。有的时候就在家里面等啊，你等到1点钟2点钟，他到家了，或者是到平房给我发个位置，我就放心了，我就可以睡觉。要不然这20多年从一开始没这么忙的时候还好一点，从后期这10年以后，他一忙我就跟着提心吊胆，那你没办法。这么多年了，我是愧对他们，包括我老母亲，但是我对我的庄稼没有愧对过呀。对我的触动也很大，科技种田，这是以这个为思想指导，下一步就说是抛开问题，就说是要了解这个孜然，适合什么地方种，不适合，就各种的问题吧。其实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梳理。眼见曹坦内心有了变化，吕老师决定趁热打铁。我这个季浇水已经3000了，已经把肥料也打进去了。
刚好隔壁邻居家那个老姚正在浇水施肥今天也喊我呢，让我去，急着让我去看，不行咱们到那块去看看，隔壁邻居家走，咱们一块过去看看。好好好，学习。这个清水就打几个小时啊就行了，打完清水以后它是十天间隔一次施一次肥料嘛。对啊，十天间隔施一次。您施完这次准备还再施一次吗？我看情况，就是看这个花要是就是叫它治理成的话吧，就不用再上肥了，看情况可能就要看还得要上次肥料。你看吧，上班还成活嘞，人家还要施一次啊，上班还在好好。你看灌满以后，看就灌它颈部的这个，所以它这不需要养分了。但这次肥料过来以后，它吸足以后变，就细胞养分以后变白了，就是说成白浆。到上面以后，你看，如果说它不施肥的话，这一层花就成鼻子了。哎，对。所以你看你那个季，小曹，你还准备放弃管理？当时这个谁老姚哥的季也是想准备不要了。对，我给他提的建议，最后你看，那我心中有答案了，我心中就有答案了，我就有答案了。我们到了他那示范基地以后，我们看到希望了，就是他们的苗子之前和我们的苗子差不多，啊，也有死的，但是经过这个科学合理的进行施肥、管理、浇水，哎，人家的效果出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曹坦决定继续投入，加强自然的后期水肥管理。这个决心让吕兆春倍感欣慰。当天下午，他从自家拿出一部分肥料给曹坦送了过来，先解决他家自然当前的燃眉之急。说农事部的人，你晚两天，说不定他采量低嘞。来，倒进去。他把管子一开，他自己就冲上。哦，对。好，接下来就可以。他开，把那阀门开开。嗯。自己冲了。开了，关了。打的这个磷酸二氢钾。他现在是喷果器，喷果器需要钾，钾是要干啥？钾是一个运输车，带着氮肥跑，氮肥是喷果的，磷肥是壮杆的。你现在给那上面不给，就说几下，你给这点肥料，它远远不够。几下这一群人吃的，这几下才不管上面的人吃，上面还有一层要开花呢，要结果呢，所以说要加大肥量。他吃饱了他不吃了吧，多余的肥又跑到上面去了，就是有钾肥又带上往上跑，明白了吧？明白了。啊，你意思，从底下根部我们进行这个施肥，这个我们土办法就叫做上压下注，下注它通过滴灌的方式，肥料加到这个施肥罐里面。嗯。通过施肥罐，通过下面管道直接浇水施肥。上压下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施肥方法，对于促进自然灌浆、籽粒膨大、果实迅速成长能起到关键作用。上压就是喷施叶面肥，
促进孜然的籽粒成熟。下醋就是通过滴灌的方式给孜然根部施有机和无机肥，促进孜然生长。咱们今天做完这些功课哈，地里头大概多久就能看出点效果了？一般在5天到7天。下醋施肥已经完成，眼看天色已晚，吕兆春告诉曹坦，上压这一步要等明天再继续实施了。不过要想顺利完成这个环节，他还得带来一位神秘的帮手。刘老师，哎，凤琴，咱们啥时候去啊？等一会儿我把这个无人机绑好啊，绑好咱们就去。这个就是要带去的吗？啊，对。一会儿用无人机做什么用？打这个叶麦肥。您亲自操作这个？我女儿操作，我们家的。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厉害，她来操作呀？她大学毕业。好厉害。没错，我叫她来帮忙的。你会操作这个？会。天哪，这个好学吗？好学。那一会儿就靠你了啊。好嘞，好嘞。吕兆春的女儿吕怡林今年23岁，上大学时学的是平面设计，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市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今年在父亲吕兆春的一再劝说下，他回到家乡，用现代技术帮助父亲种植孜然。从来没怨过你爸爸吗？没有，我更多的是心疼他。我觉得我看着我爸，我会心疼的很难受的那种。他就是那种想把自己树立成铁人的那种，就是不用休息呀。我们想通过我们传帮带，让他喜欢上农业，因为我觉得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这种未来的这个大农业趋势啊，势在必行。所以说，让孩子想喜欢这一行，因为未来的农业就是年轻人天下。丫头，你来开车。好的。好。来，就这儿，就这儿，选平一点地方。来，农业啊，真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打药都不用人工打了，全部都飞机打了。之前你们家没用过？没用过。无人机？没用过无人机，因为现在拖拉机进不来嘛，只有用飞机打，用无人机打吧。这是什么药？这个是那个啥叶面肥，高磷高钾的叶面肥。吕兆春一边给无人植保机灌药，一边询问曹坦之前是如何给孜然施肥的。之前我们就是滴灌，然后上肥就行了，就是没有喷叶面肥这个没有这一步哈。这个上压这一步非常关键吗？对，因为它上面打这个磷酸二氢钾，磷是长果实的，所以说它必须得打叶面肥嘛。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品质更好，产量更好，多收入。然后他丰收了，我有就是说不出来的幸福感。今天我地里面一下子来这么多的人，让我感觉到我不再是一个人了，真的让我感觉到我内心里面哗啦啦的，感觉到特别有力量感。明年还是这个地，还是这块这个地，我还是要继续种，争取明年的产量能达到一个自己的心理预期吧。现在这个孜然现在已经到成熟期了，我们今天正在这个收获这个孜然。项目专家刘老师给我们那个进行的指导，然后我们的孜然现在你看，籽粒果穗都还是不错的。别人种的比我早的，
产量我看也没有我的高，啊，今天的产量还是可以，非常不错。孜然引爆的美食馕坑肉，来新疆不得不品尝新疆的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馕坑肉。先将肥嫩的新鲜羊肉切成较大点的肉块，用葱姜蒜、鸡蛋、孜然、胡椒、面粉等搅拌腌制一小时，然后将肉块用签子穿好，放入烤热的馕坑内壁，将肉烤至焦黄色即可。烤好之后再撒上一层新疆本地的孜然粉。馕坑肉不同于普通的烤羊肉串，馕坑肉的肉块要比普通烤羊肉串上的肉块大，并且是用烤馕以后剩下的余炭来烤制的，不和明火接触，完全是在馕坑里的高温下焖熟的，所以得以保留更多羊肉的水分，使其既有羊肉的鲜美，又吸收了烤馕的香味，每一块肉看着诱惑，吃着过瘾，吃起来外酥里嫩，鲜美可口。孜然引爆的美食，孜然豆腐。在新疆，孜然不仅可用于肉食，去除腥膻，提升肉香味，它也可用于素食的烹饪。做孜然豆腐的原料，豆腐、新疆腌制馅的孜然粉和盐。第一步要先要把豆腐切成条，完了后用水煮，看到豆腐鼓得光滑有弹性，放盐入味儿，完了后再倒出控水。第二步再放水煮豆腐，完了后放孜然和盐，一道新疆腌制馅的特色孜然豆腐就出锅了。简单加工烹制，保留食材和孜然最原始自然的美味。新疆孜然豆腐这道美食用它独有的品质和清香，轻松征服了人们的味蕾。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孜然的好坏。孜然是新疆和甘肃少有的一种作物，它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调味品。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挑选好的孜然。第一，要从外观上面看颜色，从颜色上面，这种青白色的这种是品质最好的，这个略带点黄绿，这种绿色也是好的，像这种孜然有点发黄也不影响它品质，但是这种黑色就是说它是宁波雨的孜然，这个碾开以后有霉味儿，就是影响它的香味儿，这个在市场它的卖价也不高。第二，要看它的这个孜然的杂质，杂质上面要看它，就是说抓起来一点杂质没有，土没有沙没有杆儿，这就算是没有杂质的孜然。你像这个是有杂质的，就是有杆儿，也可能有点小沙粒。第三，要从孜然的颗粒大中小方面来鉴别它的好坏，这颗粒最大的饱满，这种小粒的发黑颜色的可以不选，